再来看到的是超级名模的台湾区总决赛，晚间在台北举行，有20位的长腿美女，她们争冠军。里面呢还有一堆的明星脸，像是有一个年仅14岁的季军得主，她就被说长得很像郭台铭的夫人曾馨莹，而赢得后冠的李芬芳神似 Coco 李玟。这一幕真的很吸睛，20位佳丽比基尼走秀，超级名模台湾区总决赛就在今晚。你是我的小蝴蝶，我是你的小阿贝，你停在我的肩，你围在我耳边，从此我不再撒野，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，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，家当伴奏这么隆重，因为这些佳丽可是从1000人中脱颖而出。这一位身高将近180，昵称叫做小林佳琪；这一位只有14岁，像极了郭台铭夫人曾馨莹。最后落在他头上，刚从夏威夷回台度假，还有几分神似歌手 Coco 李玟。You know, I get to represent Taiwan and try my best. 拿到奖的说要替台湾争光，至于其他佳丽，20位一字排开，一样美丽。中天新闻娱乐为范新瑜台北采访报道。